强者的剑能摧毁一切。你相信命运吗？命运那只是弱者的托词罢了。不，他明明是中国选择进值得敬仰。你说的命运难道不应该是充满善意的吗？是一样的，他总是禁锢着你，扼住你的喉咙。那就应该打破这所谓的命运，重获自由。陷阱吗？
怎么了？没什么。哎，考斯，你的力量又增强，好，武技方面。